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田小浪呀。今天是8月17号，今天去潮州。昨天8月16号，我去了汕头的南澳岛，但是我去晚了，去岛上也没拍到什么。然后等于说去坐了南澳岛，坐了一趟环岛公交车，然后就回来了。现在出发去潮州。来到南桥市场。南桥市场。微信支付可以吗？哦，这有。刷卡成功。没有。有没有房？哎，有。有什么价的？看一下还剩了什么房子。您住有空调的呢？有空调的多少钱？有空调的还有一个在5楼是50的，然后还有就是60、70的。有没有电脑房？电脑房有。电脑房多少钱？给你70吧。70啊？嗯。我看一下，我先看一下，可以吗？你去吧。啊，这个几楼？2楼啊。哎，问一下你爹，什么电话？电话有电脑我就。是，好去，好聊。好。这间房70块，专门要了一个有电脑的，因为今天准备用电脑弄点东西，下点 BGM 呀什么的。还不错，是洗手间。这里是潮州的广济桥。广济桥的门票20块一张。Open eye, feel the waves cut through me, hypnotized by the sounds I'm breathing in. Hold tight, hold tight, chemicals collide. Hold tight, hold tight.先在广济桥旁边的滨江长廊逛一下。一
会儿有位粉丝朋友要过来和我见面，然后让他待会儿带我去逛一逛。我也没见过他，但是这位粉丝很好的。Hello, 大家好，这位是一位朋友，粉丝朋友啊，刚好遇到了。对，昨晚还有留言，还问你什么时候来。昨晚是我基本上看到都有回复，因为很多人他都有问。后来我出去了，就没再看手机，就没回你了。好的，对，行。那你在这边待几天了？明天就走了。明天就走了。对啊。可能过福建那边公交应该没有吧。对，你看，因为后面还有很长的路，因为好多朋友都在说我十多天了都还没有出广东。对，这边东大门边走边玩嘛，是不是？对，待会儿还有一个朋友在 QQ 我们群里面，一个朋友说也要过来找我的。行啊，你去忙，你去忙。好的。就 Hello。你在？好的。这是第一位粉丝。第二位，刚才在我在那边碰到一位，有碰到一位，但是比较有缘的那种，不是专门约着碰见面的。就刚好碰到了。对，他在那边跑步。这位小粉丝朋友15岁，让他带我去逛一逛。来，上车逛一下。这里是牌坊街了。你知道哪一家好吃吗？这边有一家毛尖。可以啊。挺好吃的。不知道有没有开，去看一下嘛。这条街吃的再难吃也不会难吃到哪里去。我觉得也是哦。第二家呗，毕竟这一条街也挺出名的哦。对。那个小粉丝挺帅的，就坐这里吧。平常像我跑这么远，还是要戴个口罩的，不为了自己的安全，也要为了他人。坐这么远，这一路万一要是弄到一个呀，我也不为了自己，但是要为了他人。我们这边不戴口罩的还是蛮多的。不是，现在好多公交车不戴口罩，他不允许上。对。小朋友带我来吃这个茶，老奶奶开的店。好了吗？好了。要钱了？好想叫。分期收款12元。粉丝小朋友说他吃了十多年的芝麻茶，多年了，然后不要搞得我早吃了多久的？六七年的芝麻茶，可以的，尝一尝。一份6块钱，我加这个12，加这个12，两份加这个12，可以的。有点咸，好甜。芝麻味吗？可以。粉丝小朋友回去了，我现在也准备回去了。今天也就这样了，再见各位，期待在后面的站
遇到你们。